第二段是醒，醒过来的醒，醒在讲什么呢？醒在讲一个年轻人，他受到压力，回到家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他变一只大虫，下不了床，也正好，他也不必再去外面做事情，也不用替家里负担，去挣钱，也许这是一种逃避，但是卡夫卡把它变成一只巨虫以后，就是这个年轻人正式的命运了。当然，对这只虫来讲，对这个年轻人来讲，他内心非常喜悦，终于，我不要面对社会，我不要面对家庭。我只要在这个屋子里面，你帮我当一个怪虫，你每天送吃的进来，我很快乐的在这个我的小天地里面，游走、呼吸、舞蹈、唱歌，他有时候还会，把一个美女放在那边，没事过去亲她一下。我觉得这是什么年轻人，好奇怪啊，这是第二段。